近年内地代拍的行为非常疯狂，所谓的代拍就是有人专门代替粉丝赶到机场或者商演的现场代为影相和拍摄，并且收取一定的费用。由于代拍大有市场，做这门生意的人非常之多，在大量的人跟拍之下，不少艺人都曾经当场发脾气。霍建华近日抵达首都机场的时候，做代拍的人一早已经准备就水，一直跟着他，而他也都有别于其他艺人，反而直接跟代拍的人说，你们要拍就现在拍，不要跟着我，过来过来，非常之有霸气。这个行为也都获得不少网民激赞。